喂 ，Albert 仔啊 ，Albert 仔今日做一日嘢系咪好攰咧？好攰啊，想去放松下。系、哎，今日带你去咧做个舒服嘅头疗。哇，去玩咯！咁我哋而家咧就喺领袖城呢度啊，呢、这个位置嘅话咧好旺噶，见唔见成条街？嗱，嗰边全部都系食街，系啊。然之后咧呢边又一件嘅茶楼啦，食饭啦，跟住咧呢度离拱北口岸系好近噶啦，离我哋嘅人工岛好方便嘅。咁、今日咧阿欣就带你过嚟咧就做个。个头疗喺呢度，呢度领袖城一号嘅话，我哋嘅二楼系豆汤，系头道汤。我哋就而家就入咗店里面啦，咁呢度环境都几安静，系咯。因为你做头疗嘅地方咧，就要讲求静啊嘛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就好难瞓得着。系，梗嘈嘈隆隆啊嘛。系因为佢就成浸中药，因为佢嗰啲洗头嗰啲咧，佢唔系冲咗嚟嘅，佢真系汤嚟。Oh. 有13种中药在里面。要浸多久？半個鐘。佢先我哋喺大眾點評上面買咗個99蚊嘅嗰個套餐，跟住咧99蚊一個人啦，唔係兩個。跟住咧佢都係咁嘅，有洗頭啦，然之後咧有加埋嗰個乾蒸，而家就先蒸個腳，跟住佢攞呢個桶，裏面冇水嘅，而家冇水，乾蒸。乾蒸。跟住佢係點樣咧？啲中藥喺呢度，喺呢度焗上嚟。而家聞到就好大隻當歸嘅味道，是不是當歸啊？明明，唔好意思啊。來，小姐姐看到你都害羞了。裡面有什麼？裡面有像艾草啊，有艾草響度。如果是女士嘅話，就非常友好咯。尤其咧，而家就係冬天啦嘛，需唔需要俾你？要不要我給你弄？得，好吧。好舒服，但系而家暫時未有咩感覺。唔係好熱啊，咁樣，即係又唔熱又未有咩感覺。我依個有聲啦喎，你已經有聲啦，是不是有聲音啦？是不是沒有給我開？唔係通過吧？通過冇理由咁大聲嘅喎，夥計。哦，我話唔知點解冇咩感覺，原來未開。熱唔熱啊？冇喎，冇知覺嘅咩？都冇知覺㗎。係啊，冇喎。咁佢要幾耐先有感覺？哦，有啲啦，有啲啦，佢揾底好似熱嘅。我哋可以成班朋友一齊過嚟咧，就可以一齊齊娃娃，因為佢有啲房間有單人嘅，有雙人嘅，應該有多人。嗰邊好似有一排四個。哦，我哋因為係兩男兩女嚟咧，我哋就分兩間房。分開。佢嚟嘅時候咧，佢會先叫你換衫。係啊。係，換完衫之後就開始。看你買什麼套餐，它有些就直接就洗頭，洗頭跟著齋洗頭，有些就加上那個汗蒸，然後呢就還有其他呢就精油護髮，如果你女士想保養頭髮，它都還有精油護髮，所以因為我未有護過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它之前是記得我中藥按超舒服，我洗過，之前洗過，我哋去夏灣嗰間都係叫頭道湯，同一個牌子，佢應該連鎖分店啦，係啦，跟住我哋喺夏灣嗰間，然之後就，哦，超舒服，一下都瞓著曬啦，全部瞓著，然之後可以打鼻鼾啦，跟住洗完之後，佢仲會幫你吹埋頭髮，係啊，好細心咯，好似我自己長頭髮咁樣幫我吹，哦，超正，係啊。然後幫你同你傾偈，好舒服依度。佢依度會有啲小零食俾你咯，啲小零食，跟住有啲嗰種麻花。麻花唔係佢嗰個嘢飲啊，嘢飲好似有啲咩羅素花茶嘅。花茶啊！依一講嘈嘈嘈咗你啦。唔該。這是什麼？沒菊花嗎？怎麼他們都有聲的，我都沒有聲音的。對啊。現在還在加熱。我仲喺度加熱噶，哦熱啦，我 feel 到啦，我都 feel 到啦。你現在可以嗎？温度啊？温度可以嗎？可以啊，剛好啊，對。啊，我都聽到你呢個都同佢嗰個都有聲，因為我嗰個冇聲。好似焗豬仔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我這邊可以，我可以。但是我這裡沒什麼太大的感覺。啊，我也是。等一下，你可以用這個遙控器對着接下來，然後就可以。哦。对着脚，这是整那个脚盘底对吧？脚盘底，对，通过全身的那个，
先煎完脚底之后，你叫系咪有个嘢开碌啦碌下？系啊系啊，佢有层有个滚膜。如果太烫的话，你用遥控器这样对着剪哦，知道我先来。它现在不烫。对，你这边现在还没温度。哦，我要慢慢先有温度。系啊，慢慢加热咯。慢慢加热，滚下滚下。呢度主要都系近关口咯。好热啊！辣脚。其实你如果打开呢层嘢，唔系咧就唔系中药咪中药咪。佢嗰啲热系一直蒸住我只脚，蒸住我小腿，唔系蒸脚板啊，个小腿都蒸埋。啊，好热。不过佢会俾个遥控器你揿啦，控制下佢嗰个温度咧。可唔可以控制你嗰、那個？應該可以吧。喂，唔好話，頂到我就聽日交張單俾你咯。真係，對住你幫我撳先。幾舒服喺度。肯定啦，都唔同 channel。誒，咪同一個嚟㗎？咁即係咁，呢個對邊個？對你呢、這個？冇聲啊！我呢、這個冇喐噶，冇喐噶，都係沙。對我嗰個部分咧？你撳嚟撳去都撳自己嘅。好辣啊！咁焗完之後咧，佢大概叫我哋蒸半個鐘，蒸完之後就可以去洗房。豬係，係啊，豬係蒸完有餓位依家，咁依家咁多小食啦。現在按多久，然後就開始洗啊？按十分鐘，放鬆、oh, okay. 頭部放鬆十分鐘。佢幫你撳十分鐘。放松一下，跟住先开始洗头。对，才开始三道汤。嗯，第一道汤的话是清洁头皮的清洁汤。嗯，第二道汤的话是主要的就是育发养发汤。第三道汤就是安神汤，就是平时你睡眠不好啊，或者就是头痛啊，可以洗洗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即系话佢会帮你洗三次，然之后每一次都是用不同的嗰种汤嚟洗。是的，是的，作用就唔一样。三道汤都不一样的。哦。第一道汤是清洁汤，第二道汤的话是育发养发汤，第三道汤的话是安神汤，它是39味中药熬制而成的，浸泡4个小时，熬制3个小时。哦，哇，都好讲究啊。是的。然后中就洗的时候会按摩吗？洗的时候没有按摩。Oh. 洗的时候都是用敷的原理去渗透到头皮。哦、oh, ，OK。洗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敷，热敷，热毛巾敷，以敷、嗯、敷热为主的。嗯，对。它是用热的那个热度，汤的热度去渗透到头皮的。嗯嗯。太热了。嗯。真热。这个汤的温度要比我们平时洗头的水温要高一点哈，因为这个汤的温度是75度左右，它是通过一种热敷的方式去把我们头部的筋结筋膜松解开，包括像我们肩。舒服舒服晒，我依家嘅人，系啊，感觉成个人我放松晒，觉得好舒服啊！咁我哋今集同大家分享我哋喺珠海呢边嘅呢个道汤，咁啊，到呢度啦。咁我哋都会持续为大家咧介绍我哋港澳大湾区啦，好食好玩嘅地方，同埋啲靓楼盘嘢，记得咧点个钟仔关注我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